希望所有在雨傘運動受到警察暴力的迫害，同埋而家面臨呢一個政治檢控的朋友，係會同我哋聯絡。我哋呢啲想為有頭有面的人，仲多啲人去支援。我唔係咁樣做唔啱啊，但係我相信有更加多在雨傘運動裏面受到逼迫的人，他們面臨現在面臨的迫害是更加真實。我希望他跟我們聯絡。